享一下上头路的心情，就是接到这个邀约。心情其实还蛮，其实蛮期待。我期待点不是说感情的部分，是说可以跟不同的音乐性质的人去做交流跟合作。那我觉得一方面是产出好的作品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对我自己是觉得说去像校外教学一样，就上了一课这样子。对，希望可以增加自己的创作能力。像我们平时都是同性，就是男生一群一起做，就是还没有跟女生或是男生以外的性别一起做过音乐，所以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然后可能大家应该都是大概在同一个年龄层，所以对，就应该可以碰撞出蛮多火花，就可以很多交流。但我有点比较担心是，就是大家都没住过，然后突然要住在一起，会不会？哦，对，有那种私底下的那种小摩擦。平常不是就已经有先体验过团体生活吗？可是没有住过，可是没有住，对，而且跟而且还有异性哦，异性，对啊，蛮危险。所以是不是跟异性一起住？不，这我不知道。不能住，应该蛮嗨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会紧张。我其实不喜欢被管，我是射手座，可是我爱自由，可是我又喜欢被管。对，我喜欢就是夹缝中求生存。那被管我，同时我要有点弹性，有点，我觉得我有点问题。我可能是比较属于那种，他可以有一个自己在做的事情，对，他有他的自己的重心，然后我也有我的重心，然后我们其实互相陪伴这样子。对，就不是说他都配合我，也不是我去配合。对，大家都各自发展的还不错的话，然后时间上有空闲，然后我们再互相交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